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玩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呢、这一讲呢，我们要来继续讨论需求，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今天在这一讲呢，我们要来说、说说看怎么样判断需求的价格弹性的这个值的大小、怎么样来判断需求的价格弹性值的大小。我们在上一讲中呢，有跟大家谈到什么是价格的，什么是需求的价格弹性。我们说需求价格弹性呢，可以给你一个概念，让你知道这个需求线大概长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他在讲的是说呢，在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价格之下呢，如果价格往上或往下变动一个百分比，往上或往下变动一个百分比，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会是多少？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讲的是说呢，消费者吼对这个商品的，对你有感兴趣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敏感程度吼，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我们也说到说那个需求线呢是负斜率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吼，就是说这个东西非常的直观。可是呢，在生意上呢，在生意场上，有些时候，那个赚钱与否的关键呢，不只在说你知道下需求线呢它是负斜率的，其实还包括你知道这个价格的需求弹性的这个值是多少，就是说消费者对这个东西敏感度，有些时候关键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说，好，你今天要卖个东西，或者你感兴趣的商品，你怎么来判断这个需求的这个价格弹性值是多小，但是它会比较大呢还是会比较小。那通常有些时候是这个样子啦，就是说比如像你今天感兴趣的时候，比如像你今天卖的是比如来说稻米好了，那或者说你是政府单位，你想要知道这个稻米市场，这个台湾一般大众对这个米的这个市场的那个价格需求，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是多少，你可能有些时候有兴趣这个东西，那或许有些时候呢是你自己在卖你自己的东西，你对于说，这个消费者对你们家产品的，你们家这个产品的那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多少？有些时候你会感兴趣，所以你想要判断一下，或者说，这个值大概是大还是小？有什么办法来判断这个东西呢？第一个方法，找顾问公司算了，找顾问公司算了。我们有在这个前几讲的时候有说过说那个经济学家在实务上呢，经济学家在实务上呢怎么去抓出需求线，我们说我们用大量的资料，我说因为我也提到说现代资料科学在商业上的一个很大应用去就是去抓出需求函数，运用大量资料去抓出说这个月的或今天的或者说平均来说每个月的每天的那个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数量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我说现在资料科学呢一个很大的应用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去找顾问公司，他们现在懂这个东西技术，然后他们就用各种估资料呢来估算说这个需求线长什么样子，同时会帮你估算说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需求价格弹性的值会长什么样。那通常是这样子啦，通常在实务上用资料科学方法去算的时候呢，主要其实我们在算需求线长什么样子的时候，通常其实就是在算那个什么，算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是多少。因为通常你用资料来算，那资料呢，过去的这些资料呢，它不可能散布太多。我的意思是说，过去的资料，我们用过去的交易资料来看，那从过去的资料来推断说价格变动的时候，那个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会变动多少？那因为你是从过去的资料来看，那举例来说，比如像说你今天谈的是稻米。那米的市场价格呢，有些时候它不会飙到天价啊，有些时候呢它也不会飙到非常低的价钱，所以你大概能够掌握就是一个区间，一个价格区间，一个比较窄的价格区间的那个需求线长什么样。那通常呢，如果我在谈这个需求线长什么样子的时候，我可能就直接讲说，这个比较窄的这个价格区间之下呢，他们的需求的这个价格弹性的值是多少，我们用过去的资料来掌握。那因为过去的资料价格不会跑到太极端的地方，通常大概就是说在现在市价上下变动不会太多，可是即便是如此，我们大概也能够掌握说，在现在的这个价格区间之间呢，价格变动往上变动，比如像 20-30%， 往下变动 20-30% 的时候，需求量会变动多少。当如果我有办法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我还是可以抓得出来大概概念，所以我也可以大概在这个价格区间内去判断说 OK， 在这个价格区间内，当价格往上往下平均来说变动个百分比的时候，需求量会变动多少。所以我们通常在实务上呢，我们会用价格的这个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呢，来供让你知道说，所以这个需求线大概长什么样子哦。你找顾问公司用各种资料来算，他们大概也是算这个东西给你。不过呢，就像我之前有提到说，用各种资料科学方法来算这个东西呢，需要很多先进技术，你也要收各式各样的资料哦，资料要付钱哦，懂技术要付钱哦，用计量分析软体、统计软体要算这个东西也要付钱，所以呢，基本上成本很贵啦，要付上一大笔钱来做这个东西。不过呢，幸运的是，有些时候哦，针对某些政府学界或一般大众感兴趣的商品哦，也会有学者帮忙估算弹性，并无偿将结果公开。比如像什么？比如像电哦，电力市场哦，一般来说哦，消费者哦，包括业者，包括业者就是厂商啊，一般的厂商跟一般的消费者，当电价变动的时候呢，大家的电量的使用量会变动多少百分比？这个是电力市场哦，是一般来说政府学界跟一般大众都感兴趣上，所以会有学者帮你估算。那电啊，或者像什么烟啊，哦，这个烟很，大家常常感兴趣，就是说，我如果烟价涨了，到底能不能帮助戒烟？哦，到底能不能帮助普遍的大众去戒烟？像这种东西，烟啊、酒啊这些东西呢，都会有人帮忙算啊。不过呢，如果你不是属于以上两种情形，比如像你感兴趣的是你们家公司的产品，哦，你们家公司的产品，哦，当你调价的时候呢？那个消费者对这个你们公司的产品哦，当你调价的时候，对这个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是多少的时候，哦，通常不是这两种情形啦，哦，你应该说通常不是第二种情形啦，哦，那第一种情形呢，你要找顾问公司，你付上一大笔钱，老板很抠的时候，怎么办？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些蛛丝马迹来判断说消费者对你们家产品哦，通常是对你们家产品是特殊的，所以不会有学者帮你算啦，上面这个人要付大笔钱，老板很抠又不想付钱，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以帮你判断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件事情哦，判断需求的价格弹性值大小的一些基本准则啦，有没有一些准则刚帮你做这个判断？基本上我们会谈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来看看替代商品的多寡。哦，如果你今天卖了这个产品呢，哦，你今天卖这个产品呢，哦，你们家卖这个产品呢，很多替代品，哦，这个叫做替代商品的多寡。或者说你感兴趣的是稻米这个产品，哦，比如像你是农政单位，你要对稻米这个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大小感兴趣，啊，你就看说到底有多少，哦，稻米会有多少替代产品，哦，比如像你可能吃米，哦，啊，如果大家都吃米，不喜欢吃别的东西，哦，那米就是没有什么替代品啊。可是如果大家有时候吃米，有时候吃麦哦，麦的制品哦，有些时候吃玉米，诸如此类的，替代商品就偏多了。然后像这个东西，第二个呢是购买该商品所花的钱是大钱还是小钱，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我们讨论的是某商品的月需求量还是年需求量和其均价关系的需求线。哦，大概有这三个准则，等一下我们一步一步会来谈。第一个。替代商品的多寡哦，我们说如果某商品 R 容易找到替代品，则 R 商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会比较大。若某商品 K 不易找到替代品，则 K 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会比较小。好，我们有这两个准则，怎么说哦，你可以去想想看。我们在前几讲的时候有谈到，我说哦，经济学家非常无聊，然后要去谈谈为什么需求线是负斜率的。我们说因为替代效果加锁活效果，一般人可能就说那，啊，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哦，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是需求弹性是负斜率的，因为价格变便宜的时候呢，哦，如果市场上有很多替代品，那我就会去找便宜的东西嘛。价格变便宜的时候啊，本来买贵的东西的人就跑过来这里啊。哦，啊，如果我价格涨价的话，很多人就会去找其他替代品来啊。哦，所以就说，这个替代效果导致需求线是负斜率的，这个不是脱裤子放屁，大家都知道锁的效果也是嘛。哦，那这个锁的效果，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现在谈谈替代效果的部分，我们上次有讲这个东西。我说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事情？因为你要知道需求线是负斜率的原因，是因为替代效果的话，你才可以从这边推到说，所以它有多倾斜。
哦，它有多倾斜，因为是替代效果，所以你才可以，因为知道说它是负斜率的关系，因为替代效果的关系，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如果它今天有很多替代产品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说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价格敏感度就会比较高。这也就是我们这边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谈这个事情。需求线为什么是负斜率的？一个关键是替代效果。那替代效果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今天这个产品，哦，比如像我说早餐你吃的饭团，它有很多替代品。哦，饭团的替代品有哪些？早餐吃哪些？哦，三明治。哦，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中山大学所属哈马星这个地区呢，有担担汉堡。哦，这个是南部特产，担担汉堡，汉堡跟那个什么广东粥一起配来吃的，然后还有汉堡跟面线一起吃的，然后他早餐也有在开哦，所以他有广东粥面线，然后这些是呢替代品嘛。那还有什么呢？麦当劳哦，麦当劳的这个汉堡薯饼，这个也是替代品哦。所以饭团哦，你早餐如果吃饭团的话呢，它有非常多的替代品。所以说，如果饭团今天价格涨价了，那很多本来买饭团的他可能就会移到三明治去哦，移到三明，它这个替代品非常的多哦，所以因为它替代品很多，当饭团价格涨价的时候呢，你就想想看，哇，今天价格涨价，你就会想说啊，价格本来从一个饭团25元，现在变成一个30元，就很多人就会想说啊，那我 switch，我改到买其他产品去嘛。替代产品很多的时候呢，有很多选择啊，所以相对来说，你就可以判断说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敏感程度会比较高哦，所以需求弹性的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会比较大。那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产品呢，举例来说，比如像是水。哦，水这个东西，自来水这个东西，哦，它有什么替代品？如果今天你不用水，你用水来干嘛？比如像你用水来那个冲马桶好了，那，啊，如果今天水价上涨了，那你能够找到什么替代品吗？用别的什么东西来冲马桶？沙拉油吗？哇，那你的马桶就会坏掉嘛，对不对？你很难找到其他替代品啊。哦，所以水这个东西不容易找到替代品啊。哦，顶多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当水价上涨的时候呢，或许你就开始省水，或许你就开始在家中的设施呢装上各种省水设施。哦，省水设施，比如像你的目的，你不是想说你要用水，你想目的你要冲马桶。哦，那如果今天水价涨了，那怎么办？你就用回收水来冲马桶。哦，你就用回收水来冲，你用替代的产品，就是不要用自来水，用回收水。当然，你也可以用矿泉水，然后啊，这个做掉。了解，然后又都是了解，然后那像水这个东西，它替代品就少。那替代品少的话，你就可以判断说，当价格涨的时候，人们除了就是减少这个用量，它比较不容易找到其他替代品，然后比较不容易找到其他替代品来用。所以相对来说，你就可以判断说，这个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呢，它就会比较小，哦，比较不容易找到替代品，它就会比较小。哦，所以这边呢。两个例子哦，应该说有一个例子，两种商品让大家来猜猜看。哦，这两个商品是这个样子，一个呢叫做欧洲国内线机票。哦，我说国内应该叫做欧盟内，然后欧盟内，因为欧洲现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国家，欧盟国内线的机票。哦，这个是国内线的机票的这个市场。比如像说我在讲说这个国内线是什么呢？巴黎飞柏林。哦，以前国内线还包括巴黎飞伦敦嘛，可是伦敦现在在想说要脱欧了。哦，巴黎飞柏林、巴黎飞马德里、巴黎飞罗马这种欧洲国内线的机票，这个有个市场哦，它的市场哦，也就是说呢，你去算说，哎，这个平均来说，这个欧洲国内线哦，巴黎飞柏林、巴黎飞罗马、巴黎飞马德里这个价均价，在这个月均价呢，然后跟它的这个大家使用这个服务的这个需求量哦，假设你找到这个关系，你把这个关系呢，哦，把它抓出来，每个月不同的均价、不同的需求量，你把这个关系抓出来，你可以抓出一个欧洲国内线的这个国内线机票这个市场的一个价量关系。哦，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你控制其他条件不变，你抓出这个价量关系，哦，我们说这个叫做欧洲国内线机票市场的需求线。如果你抓住这个东西，然后呢，你来跟什么呢？跟美国国内线的这个机票的市场，哦，美国国内线机票的这个市场，也就是说，我说美国国内线。比方波士顿飞纽约，波士顿飞华盛顿，波士顿飞什么费城哦，这些美国国内线的这个机票一样，你去抓说它每个月的均价哦，跟它的
这个需求量、哦、跟大家需求量的关系去抓出一个价量关系来、哦、我们说这个价量关系每个月均价不同的时候呢、哦、它有淡旺季嘛、哦、他们这个变动很大淡旺季，然后呢淡旺季有些时候跟淡旺季、哦、不同的因素变动，你把这些其他因素都控制住了，去抓住说那个不同的均价呢跟不同需求量之间的这个价量关系，抓出一条这个需求线出来。好，我接下来问你的是说呢，美国国内线、哦、机票的这个市场，你画出一条需求线，一样就可以去算出它的价格的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值，在现在这个价格之下呢，哎，如果变动价格变动个百分比两个百分比的时候，它的价格需求弹性的这个值跟欧洲国内线那我们这个机票的这个市场、哦、一样抓出一条需求线来去讨论说它这个价需求的价格弹性的这个值，当价格变动一个百分比两个百分比的时候，消费者需求量会变动多少的版比，你把这两个数值来做比对，你觉得哪个市场算出来的需求价格的弹性值会比较大？来，大家来想想看，你觉得哪个算出来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会比较大？来，公布答案哦，公布答案哦，答案是欧洲的哦，欧洲的哦，算出来的欧洲国内线机票算出来这个市场的他们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会比较大哦。根据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 IATA 哦，这个组织叫 IATA， 叫做国际空运协会啦，然、哦、后 International 应该是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然后国际空运协会呢哦，国际空运协会他们在2007的样子吧，哈、哦，就是在十年前的时候出了一个顾问报告。哦、然后他们就在估算、哦、这个什么这个客运、哦、这个客运的航线的这个市场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这个值、哦、他们算了一大堆，根据他们的报告、哦、他们说欧洲呢大概是美国的 1.4 倍、哦、欧洲呢大概是美国的 1.4 倍、哦、这边也跟大家另外再说一下、哦、这个 IATA、哦、我一直觉得那个空运这一行然后是非常先进的一个产业，然后他们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不断的在自我更新了、啊哦、那当然了，那也是那个被迫的嘛，因为这个是在人命上建立起来的产业，然后早年飞机飞的时候很容易很多那个事故嘛，那一旦有事故，他们就开始进入检讨，每次都检讨，到现在越来越进步，然后那个出事的几率呢，有各种办法把它降到很低，或者说就算出事了呢，也想办法提升那个人的那个存活率，然后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来。相对来说竞争相对来说也非常先进，那所以你看他们出的气管顾问报告、哦、就不会出一些这种都在讲干话的气管顾问报告，然后你也知道说有些时候呢、哦、那个管理学院的学生呢、哦、会觉得哎，什么叫气管顾问公司出的气管顾问报告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就是在讲干话嘛，讲些什么 SWOT 啊，虽然 SWOT 也是重要的事情啊，一个重要分析架构，可是很多人在讲 SWOT 的时候就是在讲干话、哦、随便讲讲东西，他们这个出的气管顾问报告呢、哦，这个就很清楚，跟你说，你要了解市场是什么，我就算一个数值给你，那、哦、我就算一个数值给你，不会讲一堆干话。哦，那、啊、他们这个呢，就是收、哦、大量的资料哦，比如像它里面有算美国的国内线啊、这个空运的这个市场长什么样子，他们就跟美国的交通部拿一堆资料，美国那个交通部的资料非常的细致，然后它有那个他们有规定哦，这个国内线的飞机在飞哦，每个月哦哦每个月都要或者是每一季都要跟美国交通部去报哦这个。我比如像我有一条航线波士顿到芝加哥、哦、那我就要去报说，哎、欸，我这条航线，比如像说你是 AA 或是 UA， 你就要去跟美航空公司报，跟政府报告说，哎、欸，你这个月运量是多少啊？然后这个月的飞行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哦、那均价是怎么样？都要报告，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我们之前呢，哦、研究团队也有硕士生做这个资料，然后那个随便抓几年下来，四五年下来，笔数就几百万笔，然后笔数就几百万笔，然后资料量非常的庞大。那他们就是用这个资料去算。那当然，这是美国国内，他们有一些计划去收集、哦、跟底下各协会里面各航空公司去收集、哦、那个国际线，各种国际线里面也包括去算亚洲的、哦、包括说算泛太平洋航线、泛大西洋航线等等不同航线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市场的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里面的去用先进的统计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呢，哦、抓出那个价量关系。所以他们算出来的结果呢，是欧洲国内线市场他们那个机票呢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是美国的国内线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值是 1.4 倍。
啊，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数字？你可以去想想看，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替代商品的多寡有没有关联？哦，是有关联的哦。好，想想看，你想想看，在欧洲，如果你今天要从巴黎到柏林，你有什么方式？除了坐飞机以外，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移动方式？哦，坐飞机，然后他们呢有高铁。哦，那当然可以开车了，会开很久了。然后他们呢在欧洲的那个铁路运输也比较发达，所以其实你有很多种替代方式。那在美国呢，举例来说，比方你要从波士顿到芝加哥，你除了坐飞机以外呢，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你可以坐美国的铁路，然后坐非常非常久，然后那个比开车还要久了。那你当然也可以开车了，美国人喜欢开车。波士顿开到芝加哥大概要开多久？大概一天吧。哦，开一天了，坐飞机两个小时，然后可能 一天了，就大概就是八九个小时啊，没有开过了哈。不过其实要开蛮久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了，坐飞机两个小时。哦，所以在美国国内哦，那个替代品，如果你要移动从波士顿到芝加哥的话，你其实没有什么选择，大概就坐飞机啊。替代品比较少，在欧洲呢，替代品很多，你从巴黎移动到柏林，巴黎移动到马德里、罗马，你不见得一定要坐飞机啊，他们有高铁可以搭哦，所以相对来说替代品多，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就会比较小，所以啊 ，sorry， 很多替代品可以选，所以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就会比较大哦，很多替代品可以选择，所以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价格敏感度就比较高，所以欧洲是美国的 1.4 倍。好，我们在最后再讲这个部分呢，再讲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例子。哦，有个特别的例子是这个样子。哦，如果你是 HP 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印表机部门的那个负责行销的人，哦，有一件事情你可能要知道一下。哦，这个东西有点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你会看到有一种特殊的产品，这个产品是这个样子。哦，印表机跟墨水夹。哦，印表机跟墨水夹。那我说特殊产品是指这个墨水夹。哦，这个印表机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哈。一般来说，印表机的哈，如果你是 HP 的公司的这个行销部门，哦 ，HP 的印表机的价格弹性的值通常会比较大。可是呢 ，HP 的呢，同样你是卖这个印表机的墨水夹，它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就会比较小。哦，为什么？你想想看，你今天在卖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是卖这个印表机的时候呢，你会想想看，你是这个部门的人，你就会想说，你今天卖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竞争对手，你有很多竞争对手。你卖 HP 的印表机，那竞争对手是谁？有 Canon， 有 Epson。然后呢，除了你卖，比方说今天我们讲的是喷墨印表机，你还有另外一个同间公司里面的其他部门的人竞争跟你竞争啊，卖雷射印表机的啊，哦，各式各样的啊，还有其他很多人跟你在竞争，所以它有很多种类，很多品牌可以选。哦，所以涨价的话，必定比较流失很多客户。哦，印表机的价格弹性。印表机的需求价格弹性值比较大，可是话说回来，哦，墨水夹就不一样。今天墨水夹有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比较特别的产品是这样：当你是一个消费者，如果你买了印表机以后呢，你买了 HP 的印表机以后呢，你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就已经跟那个公司那边呢做了一个 commitment， 跟 HP 的这个印表 HP 的公司做了一个 commitment。commitment 什么东西 ？commitment 说。你之后买墨水夹，你只会买 HP 的墨水夹，你不会买其他公司的墨水夹，你不会买其他公司的墨水夹。为什么？你用 HP 的印表机，你还要换其他公司的墨水夹吗？不会啊，你装其他公司的墨水夹装不进去嘛，对不对？啊，你会不会去买 HP 的墨水夹？去外面有很多这种 refill 哈，墨水用完了再去把它重新加满这个服务，当然也有，可是你又怕用会出问题啊。哦，当然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墨水夹这个产品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产品，就是说，哎，买墨水夹消费者呢，某种程度他买的时候呢，他已经跟这个 HP 的公司做了一个 commitment 的，说我以后不会再买其他公司的产品，哦，其他公司的墨水夹的产品，哦，所以他做了一个 commitment， 他就说我不会再买其他公司的产品，比其他公司的产品，所以他的替代品呢就会非常的少，相对来说，你就会看到这个事情。HP 墨水夹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会比较小，因为没什么替代品可以选，你跟公司做这个 commitment 哦，做这个 commitment 哦，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选。类似这样的关系，还有像什么汽车跟汽车维修服务哦，比如像说买宾士的人，他在买这个宾士的车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可以选嘛 ，BMW 宾士哦，或者说什么各种品牌的车子。他都可以选，他也可以选择哦，我就不买车，我要交通方式，我就坐大众运输工具等等的，他很多东西可以选，所以汽车的价格
汽车这个产品呢，一般来说那个价格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只会比较大，不过汽车维修服务就不大一样哦。汽车维修服务就不一样，比方说你买宾士车的人，你敢不敢把宾士车开去其他一般的维修公司去维修？可能有人会啦，不过我知道好像我们亲戚他们买宾士车的他就会怕说他不敢去其他的厂，比方你开宾士车，你不会跑去开 Toyota 的维修厂维修嘛，你也不会去一般家里附近的维修厂维修啊，你怕人家给你换不好的零件啊，或者说那个维修的时候不是很熟悉宾士车的这个状况，所以你最后只能去宾士的他们的原厂维修，多半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然后所以选择的替代产品呢就会比较小，所以维修服务呢，它这个服务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就会比较小。好，那就会造成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现象是这个样子。对，我们再回到印表机的这个例子，对 HP 的印表机来说，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比较大，涨价的话就比较容易流失客户。所以如果我就再回想说，我就再回到你刚刚我们讲那里，如果你今天想象你今天是 HP 的这个行销部门，印表机行销部门的人，你敢不敢涨价？如果你卖印表机，你不大敢涨印表机的价格啊，哦，你不大敢涨印表机的这个价，所以一般来说，你就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印表机一台几大块，一大堆功能，各式各样的东西，去市场上找，哇，1000块、2000块，非常便宜嘛，人家不大敢涨价，因为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大，涨价必流失客户。看到墨水夹完全不一样，墨水夹 HP 的墨水夹、Canon 的墨水夹、Epson 的墨水夹，小小一个，多年以来好像也没有变动多少。哦，多年以来功能也没有变化，就这么一个东西，小小一个，可是随便价格都很高啊，800块、900块，哦，都非常的高啊，哦，非常高啊。那为什么？因为替代品少，哦，替代品少啊，所以需求的价格弹性值小啊，所以就算涨价的话，消费者也还是得接受啦，哦，消费者也还是得接受啦，哦，所以他们就比较敢涨价，哦，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替代品多寡的这个 implication 推出来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值的概念，然后再推到说，哎，所以你在这两个产品之后，你可以怎么做定价？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讲第二个判断的依据哦。第二个判断你那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大小，第二个依据就是说，你可以来看看购买该商品所花的钱是大钱还是小钱哦。你可以用这个购买该商品所花的钱是大钱还是小钱来判断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是大还是小。哦，如果说今天呢，消费者一般来说买你这个商品呢是很大一笔开销，那你想想看，一般的人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仔细去思考嘛。如果是今天是很大一笔开销，哦，那他们就会仔细去想。所以当价格在做调整的时候呢，他们就也比较愿意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对该商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呢就会比较大。可是呢，另外一个情形是说，如果我今天说呢，购买该商品所花的钱对买家来说呢，不足为道，小小一笔钱，那自然来说呢，当这个价格做变动的时候呢，消费者可能就无感了。哦，无感的话，就调个1%、2%，对他来说可能就变得1块、2块钱的，不大会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这个时候呢，该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值就会比较小，比较小。什么意思？我们拿个例子来说，哦，车子跟自来水。哦，举例来说，车子今天一台车多少钱？哦，国产车哦，50万、60万哦 ，Toyota 人50多万哦，那个其他厂牌的 Honda 哦，或是 Nissan 哦，或者说像福特可能六哦这种小车，那这个车子如果涨价 10% 是多少？一台车60万的话， 10% 多少？6万哦，涨价6万，你想想看，你如果今天要去买车的人，本来一台车上个月看是60万，这个月去看变成66万，那你觉得你会不会仔细想说要不要买？那，啊，你一定会仔细想啊，哇，怎么会突然反上个月看是60万，这个月变成66万，你就会想说一下差6万呢，欸，啊，你会不会就想说，我就干脆不买车好了，或者说再延迟一点再来买车，我这几个月呢还是多搭大概大众运输工具，会哦，你会这样想吗？对不对？车子涨价 10%， 你可能就会仔细去想说要改变你自己的消费习惯，要不要现在买，哦，或者延迟一下，你就会仔细去想这个问题啊，哦，那你可能也比较会愿意改变你自己的习惯，然后车子嘛，或是像电脑啊，哦，对同学来说，你们可能最常想的是电脑，一台电脑2万多、3万多，哦，笔电2万多、3万多，涨价 10% 是多少？2000多块钱。那你会不会仔细想说，哎，这个电脑今天涨价的 10% 变成2000多块，多了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可能是多少？可能是 maybe 你一个礼拜的吃饭的钱，一个礼拜吃饭钱到2000多块钱也是不少，然后可能一个礼拜、2个礼拜吃饭钱，那你会不会仔细想说，
要不然我就还是继续用旧的电脑，或者说我就需要说再跟同学借。你会这样想这个问题，你会仔细去想。所以当它涨价 10% 的时候，你可以去判断说消费者呢会比较有意愿去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水费哦，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喽。哦，水费涨价 10% 哦，你看根据2018年台湾每户每月的水费多少？231块。所以如果水费涨价 10%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多23块。多23块啊，多23块是多多少？可能一个饭团都不到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水费涨价 10%, 你想想看，身为今天一般家庭用户，你会仔细想说啊，因为涨价 10%, 所以我就少用点水吗？可能无感啊，坦白说可能无感的，就说这个月收钱变成231，那下个月怎么突然就变成多了23块，多23块就变多少？ 254，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可能一般家庭就啊，这个月多到变成254块，你可能会想说大概这个月用水稍微多一点点吧。你不会想到说啊，原来水费调涨 10% 的。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无感，你会不会因为这样涨价 10%, 然后就说好吧，我本来冲马桶哦，那个上完厕所哦，每次都必冲马桶，现在就变成我就冲两次。可能消费者无感啊，根本没有察觉到这个事情啊，也不会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哦。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会可以看到说，水费涨价 10%, 那需求量的那个变动呢，哦，可能也还不会太多啦，可能也还不会太多啦，可能不会太多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哦，如果购买该商品所花的钱是大钱的时候呢，哦，消费者会很有感，车子涨价 10%, 电脑涨价 10%, 你会仔细想说我要不要就是下个月再买车，几个月后再换电脑，你会想这个事情，所以你会有意愿去改变你的消费习惯。啊，像水费这种平常不会占你的生活支出太多，不会占你的生活支出太多，花这个东西的钱没有太多，一户每户每个月的水费才231块钱。啊，如果涨价 10% 的时候，消费者比较难察觉到，然后比较难察觉到，有些时候他的消费习惯可能就还是跟过去一样，不会变动。所以如果要叫大家省水的时候呢，可能政府或者自来水公司还要再想一下，然后想想其他的想法。然后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今天不是一般家庭，你是工厂会用很多水的人，每个月水费呢，随便我讲个例子哦，3万块钱，涨价 10% 就变成3000块，多3000块钱。这个多3000块钱可能对工厂来说会有点感觉哦，他可能会想说，那我 maybe 我就用个省水的设备进来哦。所以如果要那个什么鼓励大家省水哦，从这些用水大户去着手，maybe 是一个可以的方向 ,OK 的方向。一般家庭用户呢，有些时候就真的比较无感涨价，他们就不会有感觉。所以对水来说呢，对一般家庭用户来说呢，水的价格的价格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就会比较小，我觉得比较小。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第三个可能性了。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说，你讨论的是某个商品的月需求量还是年需求量跟它均价关系的这个需求线，跟它均价关系的需求线。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说到，我们之前有说到什么是需求线？需求线是描述需求量跟这个什么？跟这个价格之间的这个价量关系的一个关系，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好，那我说你可以讨论什么呢？这个需求线通常你可以讨论说，这个平均来说每个月的价格是多少的时候呢，这个需求量会是多少？而你同样也可以讨论说，平均来说这个每年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那这个需求量会是多少？哦，你可以有讨论，像比方讨论年的，讨论月的，讨论每个月的均价跟每个月的需求量的价量关系的需求线，跟讨论每年的均价跟每年的这个需求量的这个价量关系的线。我会跟你说，用这个每年的资料做出来，就每年的这个价量关系呢，他们做出来需求线呢，会比用每个月呢做出来的这个价量关系的这个需求线呢，还要来得稍微平坦哦，还要来得稍微平坦。也就是说呢，用年的需求量所算出来的需求线呢，它的价格弹性的值呢会比较大，会比较大。为什么？我们今天用一个例子来说，比方我们今天讲香烟，今天讲香烟，香烟呢现在一包是多少？100块吧，大概是100块左右，100块左右。那假设呢，香烟这个东西呢，整年呢，今年在去年2018年，整年价格都是100块。然后呢，他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呢，1月的时候调涨价格到110块，
然后呢，在2019年的整年就是110块、哦、整年就110块。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讨论是每个月的价格跟交易量那个需求量的这个变动关价量关系的这个需求线、哦、那你可以想想看，你如果看的资料你是每个月的，那你看2018年12月的价格跟数量，价格是100块，它需求量，那再看2019年1月的价格跟需求量的关系，哦，整年价格变动就只有在2018年年底跟2019年年初做这个变动，那你是看每个月的变动，那、啊、你想想看2018年的需求量跟2018年12月的需求量跟2019年1月的需求量，他们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动？你可以想象大概变动不会太大。哦，对抽烟的人来说，可能你如果是随便偶尔抽，那可能没有差。可是对烟枪来说，2018年12月100块，2019年1月变成110块了。哦，他可能一时之间价格涨了，对他来说，哇，我现在抽这个烟的成本变动了。哦，我会想要少抽点，可是习惯很难改。对你问那个抽烟的人，那尤其是烟枪来说，他有没有可能在1月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减少他的那个抽的量？很难啊，哦，很难啊，哦，所以你就可以想说他不大会去变动他的消费习惯。可是如果你整年来看 ,2018 年整年都是100块，哦 ,2019 年整年都是110块。那2018年整年呢，他可能抽的量是这样 ,2019 年呢 ,1 月的时候价格涨上去了，他1月可能不大会改变他的习惯，可是他知道说成本变高了，我要想办法戒烟 ,1 月不会变动 ,2 月不会变动 ,3 月不会变动，可是他知道这个成本变高了，一直在伤他的荷包。他就会想说，我还是要想办法改变他的行为。一月、二月、三月不会变，可是你知道，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改变他的消费习惯。所以，当我们谈的是那个年的每年的那个价格跟需求量的关系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在整年的时候呢，比如像2019年价格真的上去 10% 了，消费者在这一整年呢，他会因为持续伤害荷包，会比较有意愿去改变或调整他的这个消费习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说如果我用年的资料来算出来的这个每年的均价跟每年的那个交易需求量的那个关系呢，这个用年的资料来算出来，那个需求线会比较平坦，因为消费者在以年为单位在看的时候呢，这个消费者会比较有意愿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可是如果你用月来单位来看的时候呢，对消费者即便是有意愿来改变他的行为，可是有些时候习惯也难改啦，很难说一下就马上调整过来。哦，很难说一下就调整过来。年的话呢，我愿意改哦，可是呢，我没有办法一下调整过来。可是你知道说，像刚刚我用烟的例子哈，慢慢的用一年的时间来看的时候，他会比较有意愿去改，他会比较你会能够看到他调整他行为之后的结果。哦，所以我们就说，年的需求量哈、哦，用年的需求量算出来需求弹性呢的算出来的需求，用年的需求量做出来的需求线呢，它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会比较大，会比较大。哦，所以我刚刚讲烟的例子，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经济学者实际上去算出来的。然后以美国为例，烟呢短期的需求价格弹性值，短期我们就讲说这个是看的是这个月的价量关系，每个月的价量关系，需求弹性的算出来的价格的那个什么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哦，我们这边没有取绝对值，它是负 0.2、哦、它是负 0.2、哦、非常小的一个数字啦，这个绝对值 0.2 是非常小的一个数字。可是长期呢，如果你用年的资料去算的话，哦，它就变成负 3.3。哦，你可以看到人在这边，因为价格涨了，哦，价格涨了以后，哎，伤到他的荷包，确实这些烟枪去改变了他的消费习惯，哦，去改变了他的消费习惯。哦，短期来说，你说他有意愿改，可是真的不容易啦，长期来说，他就真的改了。汽油，哦，你看，即便是汽油，你其实也看得到这个事情。哦，在加拿大来说，汽油的需求哦，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呢？哦，我没有看绝对值啦，哦，直接负号来保留是负 0.029。你有没有看到第一个事情是这个数字非常的小，负 0.029。对加拿大人来说，哦，这个汽油如果今天汽油涨价，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替代品？其实非常少。你想想看那个，你有没有看 Discovery？ 哦 ，Discovery 国家地理或者国家地理频道，他们都会有什么育空地区什么求生的那个节目嘛，哦，在那个地方求生的节目，哦，或者在那边的怎么生活节目，那个地方如果你要出去超市，哦，你要去超市买东西，哦，或者把东西卖到更远的城市，你有没有什么其他交通工具？哦，有时候搞不好连开车都不行，要开飞机的，只有汽油可以用了，啊，都没有其他替代品啊，所以它需求价格弹性的值呢，哦，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字啦，哦，可是其实你也看到，即便是
汽油哦，没有什么替代品的东西，当涨价的时候呢，哦，短期可能还很难改变行为啦，哦，或者说短期的话可能觉得有意愿要改变，可是还很难。长期的时候，多少还是会去调整，它就变成-0.089。哦，你可以想象嘛，哦，他今天要出去买东西，出去的理由是什么？比方说，固定每个礼拜去超市买东西回来囤。那，今天如果价格，汽油的价格长期来说涨上去了，那他怎么办？他可能就想说，哦，我家里再做一个比较大的储藏空间好了。那我可能本来是每个礼拜费一次，变成每2个礼拜费一次。哦，可是建造储藏空间没有那么快啊，没有说你这个月涨价，下个月马上就多一个储藏空间，我就调整成哦，每个礼拜费一次，变成每2个礼拜费一次，我马上就做这个调整。比较困难，然后可是你知道说时间拉得够长的时候，它可能就这可能这怎么样？可能它就真的储藏空间盖好，它就从每个礼拜费一次变成每2个礼拜费一次，那这么样它汽油的使用量就会减少哦。可是因为替代品很少了，所以以加拿大来说，你就看到那个汽油他们需求价格弹性值呢，都还是非常小的一个数字哦。一个短期是0.029，长期是0.089。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问你汽油的需求价格弹性值，我不是问你加拿大，我问你东京或问你台北，你觉得那个值会不会比这个大？我讲绝对值会不会比这个大？会啦，哦，对不对？像在东京哦，或像在台北，大众运输非常发达的地方，如果你今天要去买东西，你除了开车以外，你还有什么办法？你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选择啊，你可以搭交通运输。可以搭大众运输工具啊，在东京或在台北，这个大众运输非常发达。如果今天汽油涨价10%的，很多人可能我就想说，那个开车不划算，然后开车不划算，马上就会switch转到大众运输工具，哦，所以马上汽油的用量就会减少。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在日本的东京或在台湾的台北，或者是 maybe 在香港，你可以看到这个汽油的需求价格弹性值一定比这个大。哦，我说这个绝对值一定会比这个大。可是在加拿大这种地方，或在美国这种地方，美国的中西部啊，加拿大的北边啊，或这种除了开车，甚至不能开车，只能开飞机的这个情况下，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没有任何移动的替代方式的时候，哦，这个汽油的那个需求价格弹性的值就会是非常小的数字。哦，不过你可以看得到，即便是如此。短期哦，涨价的时候不大能够改变行为，长期的时候呢，大家还是就是说，即便大家有意愿了哦，不过短期一时激情难改，长期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大家行为改变，稍微减少一下，稍微减少对汽油的这个用量。好，所以我们就整理哦，刚刚我们提到的三个 idea 来帮你判断。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找顾问公司帮你算哦，或者说你再翻了一下。那个没有学者免费帮你算的这个需求的那个价格弹性的值的时候，你怎么样用一些基本的想法跟概念去判断你所感兴趣的商品哦？不论是你是政府单位对一些大量对一般的民生必需品，或者说你是公司老板，你对你自己卖的这个东西的这个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的大小，你有没有一些依据可以来做判断？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哦。第一个，替代品多哦。弹性值会大，替代品少，弹性值会小。消费者购买你的产品呢，他们花的是一大笔钱哦，这个需求价格弹性值会大。如果花的是一小笔钱呢，需求价格弹性值会小。如果你今天算的是呢，这个每年的均价跟需求量的这个价量关系，它的这个需求弹性值呢会比较大。算的是每个月呢。那个价格跟需求量的这个价量关系，它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值会比较小。哦，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这个东西。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找顾问公司，不想花钱请顾问公司，哦，阿美也没有学者帮你算的时候，你大致还可以用这几个依据来判断说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值是大还是小。然后，那前两个其实是跟我们在之前的在讲说为什么需求线是负斜率有关。我们之前在讲说需求线为什么是负斜率的。哦，有说，因为第一个是跟替代效果有关系啊，所以第一个其实就是跟替代效果有关系，导出，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导出来的规律。第二个呢，跟所得效果有关系，哦，跟所得效果，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如果涨价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让你感到贫穷，哦，或者让你感到，觉得我变穷了，那你马上就会改变穷。如果这个东西涨价了，对你来说呢无感，你觉得好像你并没有因为这样变穷，那你当然就不会去改变你的行为哦。所以第二项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所得效果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去谈为什么需求线是负斜率。我说，一个是所得效果，一个是替代效果，这个东西其实是帮助你去判断你所面对的这个需求线，
它是很倾斜的呢，需求弹性值是比较小的，还是说，它比较平坦，需求弹性值是比较大，跟这个东西有点关联呐。好，希望这个东西呢能够帮助大家未来省钱，不用找顾问公司帮你去算那个需求弹性的值了。哦，当然，如果你要 exactly 去知道说明确值，你还是要找人去帮忙算。好，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到大家。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